浦州市公所办理文化父亲代表和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希望借此弘扬孝道。市长王如金致敬奖牌，表扬浦州市27个里的模范父亲代表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并且特别落实27个里模范父亲平常时的生活经验，和子女有机会透过镜头对平常时无啥表达情感的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我想公所办这个节日啦，让这些小孩子有这个机会对爸爸表示感谢。家义县的许多人讲实在特别辛苦因为拢是农业县所以做老爸、做老母的孙呐，为着要求子求囡仔大汉，会当讲大家拢真辛苦，所以家己囡仔拢特别友好，家己囡仔特别有上进心，不管伫各方面的表现，拢表现了真好，所以今仔日高雄伫咧办这个父亲节，我嘛特别来这个父亲表达父亲节快乐，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爱当幸福美满。这几年。是大人伫厝内吼，会艰苦拢往肚子里面吞啦吼，伊嘛袂啦，即今日是一讲，但事业有成呢，伊对即个社会即个回馈嘛不遗余力吼，拢散发出吼即个正能量吼，即个坚强毅力，即是一个做爸爸吼伫厝内吼，伊所担的即个担当吼。这个典型啦吼。今年度浦州市的好人好事代表由赞恒建设公司负责人林文静迎客。林文静除了事业有成之外，平常时积极投入大大小小公益活动，担任浦州国中、东石高中家长会会长，并且期望国中小到高中拢有一个完善的教育环境。今年也捐赠公所低收入户三大节日关怀慰问金，出钱出力不遗余力。感谢浦州市王市长今年提名我当好人好事代表，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其实接下这个荣誉之后，其实我的责任会变得越来越重。我也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奉献我最好的经济的能力，能够帮助属于可以我帮助我的范围，包括我们浦州地区的这些教育国中小高中，还有我们这些边缘户，或是这些我们需要帮忙的人，我都会竭尽所能。市长王如金表示，父亲是家庭当中上有力的靠山，用孝顺的肩胛头，一肩担起全家担当，守护一家老小。平常时的生活，父亲常常因为外表威严，在家庭教育当中扮演着严父的角色，督促囡仔的言行举止。其实父亲的内在也是真温柔，不断满足囡仔成长当中的各项需求。其实这拢是爸爸爱的表现。父亲节唔通袂记得讲一声，爸爸，我爱你。最新新闻，中来新浦州市采访报道。